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七号礼拜三，赶快请阿宝老师甲宝妹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闻播给咱。来，今天来到吼星期三，拜三下晡时间呢，又要甲好朋友来进行到两点钟的节目，也要甲好朋友呢来讲到咱农业方面的一个相关代志。小等下呢，欢迎咱乡亲哦，不管讲是住宅使用上，或者是政府方面的问题，你若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会当卡咱的现场扣音专线6338601633860，这是咱现场的电话。欢迎咱乡亲呢，伫个拜一到拜五下晡前两点钟，你也当吼多加利用。那待会呢，老师吼会上现场哦，因为伊今日呢有一点点啊代志，所以会晚个半小时左右吧吼。刚刚呢，老师有跟我说，所以呢，好朋友，等下呢，老师呢是上线了。欢迎咱收音机边啊乡亲呢，针对你种植方面的问题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加多多来利用。那我们在等老师的时间里面呢，就是要温故知新哦。对对对，真侪朋友呢，伫个种植的部分，应该拢会拄到一个问题，所以咱今日吼，赶快呢，甲好朋友吼稍微复习一下。来，咱甲乡亲呢来关心一下吼，有的听友呢，伫最哦，算讲伫个过去吼，咱即阵嘛呢，可能有请教阿宝老师的一些问题，阿兰甲好朋友吼，到底来关心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吼，即、这个微田又讲吼，硼中毒根本影响着外观，还有土长吼非常严重，到底呢是要安怎吼抑制？是咱即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来底哦，佮有一个是去讲到讲啊，以即个作物吼万一啦吼，就是讲啊，我那是补棚吼，啊补了啊那是伤济，唔知会安怎吼，伤济啊伤济就中毒啦吼，即边讲伊没弄整整四十六天啊，进前棚补了伤过量，对果实有啥物影响啊？啊，一般伫没弄来底要补加有超过。用吼，除非你是啊，你用的可能是硼砂吼，你也是这个硼砂这部分呢，就有可能的这个硼中毒哈啊，这个是一般来讲吼是加减会去影响到伊的这个外观呐吼，就是讲啊，但是你讲四十六天。啊，这个个过两礼拜要采收，应该14天、60天有啊，这有较紧小块哈。嗯，这个、部分来讲哈，这个、部分那是讲啊，要采收，当然你稍注意一下这个哈。一般伊会较订单啦哈，这啊，那是棚伤过头济时阵哈啊，这个多数拢是算你尽量就是讲卖改合水合了伤过头哈，因为你也是讲进前你棚补较济。表示讲，你也是伫后面吼，一般来讲，伊是无啥物啊。除非现就是你着看到伊中毒吼，啊，都已经膨胀度啊。你也是讲为涂骹内底。你即马已经伫下面诶，小可轻微中毒，你涂骹阁下袂少啊，下过超过拄只报啊，甲你讲诶迄种量吼，安尼你就是咧种梅弄，你就是尽量吼啊，即、這个水分卖改合了伤过头，因为合了伤过头会去加重着伊中毒诶这程度吼啊，所以这部分来讲咧，咱好朋友小来改即个注意者啊，伊伫即个棚咧中毒诶一个吼，医生伊无搞啊到中毒诶这中间吼啊。这个界限吼，这个范围啦吼，啊，这一点点啊尔吼，啊，男士无够，啊，不过无够个补补补啊，补一下了，你啊得这个中毒吼，所以讲咱就是讲，伫这回程两遍，吼，这涂骹一分地一台斤，回程两摆，安尼差不多这个时间点，安尼起来 OK， 啊，这两遍咱咧用的这倍数大概就是讲800到1000倍吼，啊，你若是讲用这个水盆吼，有诶水盆有诶较薄吼，你会当用较重一丝啦，但是有时啊，这是爱看。也即吸收，所以尽量是卖用上重，然后就是讲卖用加300、500这种的即经营，除非你做八呗吼啊，即、这个欠了真严重啊，那无呢是无即个必要吼，所以即个中间真麻烦吼，你一定爱注意个即个准则好势啊。有的是伫涂骹，惊后面无搞涂骹个落啊，真侪咧中毒拢是为涂骹来吼，即涂骹来即原因就是你伤过头合水。那伊即嘛啊，一个无水的时阵，伊就高容量的一个即个棚哈。啊，一般伫即个吼。
啊，膨胀多的时阵，伊伫伊所累积的结节部分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就讲迄只遐膨胀侪，咱有讲过，即膨胀歹移动的。啊，你膨那是去中毒吼，即伊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血下都会变色吼，即、哦、通常伫较有心脉即所在，就是安尼臭大臭大即款的结节的现象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一般就是讲较容易空金损啦吼，像即种空金损的结节现象，即有时啊啊，除了医师只足管的以外嘛，是有一种。这经营就是讲啊，伊会较容易呢啊，这个出现就是讲这个中毒的这情形哈啊，所以有当时啊是医师较管伊买抗金醇啊，膨中毒伊，那是足严重的时阵，伊嘛是诶这个抗金醇哈啊，这种这个抗金醇哈，伊甚至挂这个降落伞咧，血压咁要倒卡倒卡吼，这种呢，这嘛是一种这个啊膨中毒，但是伊通常是较下卡血，因为伫心血的这。这所在老血内底一碰的，这累积的比新血较侪，所以通常镜头会较重哦。所以同一层内底会较有这种情形，顶关血啊那较正常，啊，这嘛是有可能是这个膨胀度的这个现象啦吼。啊，这点呢，咱和朋友小来解这个了解掉吼。啊，膨胀度通常就是讲血啊，今年过来就是讲一个吼，诶，畸形果吼，这形呢诶变了无讲真正常吼，这无讲真。正常哈啊，不过这部分呢啊，有当时啊，伫伊的一个这个吼、哦，算那是啊，拄到这个膨胀度的时阵，就是水分加用一挂，好、哦、加用一挂呢，以这种啊膨胀度的一个这个现象，对，当拄到比较较好的一个这个啊这个解决吼，即、哦、简单来讲呢啊，就是安尼吼啊，所以有时啊，就是讲咱真济吼啊，就是讲看到这个啊，看到这已经是膨胀度啊，其实呢，伊也唔知影讲这是。膨胀度哈啊，可能会个认为讲啊，这是不是是啊，什么款的一个病害啊，搁底下看看咧用药啊哈。啊，来改这个啊，来改这个做处理吼、哦，这有时啊，就较容易出现到这款的这个现象哈、哦。所以咱那边有需要来注意者，有当时啊，这个膨呢啊，伊就是较容易有这个容易过量哈、哦，容易过量，因为伊就容易欠啊，你膨吼、哦，伊咧补的时阵，所有的这微量元素内底吼，咧补的效果上好的就是膨。哦，这小补者，我、哦、这效果差足侪哦。比如讲，你也是种菜瓜的人，啊，你膨呢小补者补者，我效果差足侪哦。这畸形果足少的，啊，你也是讲啊，因为大家干呢咧用，就感觉讲袂歹，哎哟，安尼咧用袂歹，啊，就真久来去甲用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用了呢，就转过头去，哦，所以这是咱伫这栽培过程内底，啊，你爱去稍去注意的一个要点哦。所以这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啊，伫这个果实的这个品质内底吼，当然。那是膨较悬的时阵，伊迄个会较订单啦吼，因为伊个食起来过来就是讲啊，一般咱温室的姐姐梅弄食到是粉粉脆脆吼，伊个食到会感觉较润吼，这种感觉呢啊，会有一个较明显吼，一个较明显。啊，搁一个是讲所种吼，所种的这个梅弄呢啊，伊个另外就是讲一个问题，讲较慢的，这土长较严重吼，土长较严重啊，种落十五天土长严重吼，这。当然的，无日的土长吼，这大概是无话通去讲的吼，所以有话就是讲，直接呢，那是无讲介绍吼，啊，你直接用这个像23号吼，高钙镁这种物件吼，啊，钙镁啊，伊还够食，你改一。快递快掉的，啊那递未掉时阵，会当用这个17号哦。啊，正经那是旱正伊，唔是干那土长尔，一个旱休哦。啊，那是旱休呢，可能磷酸一钾迄阵得爱出面。虽然咱常常咧讲磷酸一钾转伫这个后面呢，会造成伫咱鸡啊呢啊，迄、那个皮作粗较粗细哈。啊，咱尽量是不会安尼来改这做处理，但是你不安尼处理，伊迄都一直凉起哩哈、哦。所以啊，有时啊是较容易有一个这个现象。所以一般来讲吼，就是讲啊，梅弄啊吼，梅弄上好，尤其咱啊是即块田啊，进前种甘蔗啊是啥物种过吼，佮种梅弄的时阵上好卖佮拍肥地吼，即有诶拢佮弄一遍肥地，佮一遍啥物啊，即肥呢拢无摘掉去改即个做控制吼。啊，有诶人是利用即个巴克素吼，即用巴克素呢来改做即生长抑制，奥好无污啦吼，即有效吼，尤其伫花种呢啊，小抓者伊会地落来吼，但是呢啊，即毋是推。
推荐用药吼，这咱好朋友家己爱了解吼，啊，这用一种物件啊，有诶讲迄巴克素验未出来吼，我跟你讲吼，即、这个天下敢无迄验未出来即种物件吼，啊，以目前咱诶一个即个仪器内底来讲呢，啊，要验未出来迄种浓度吼，有啊，有可能验未出来啦，迄种浓度足低啦吼，即比较侥幸吼，即若有用呢，啊，即要验到，即机会就足大吼，啊，虽然伊毋是禁药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即伫即个许内底吼，啊，伫咱诶即个媒体有当下咧报诶时阵，得个讲甲未听诶，哇，即个啥物话讲哦，啥物许有诶无诶吼，啊，你得个足困扰吼。啊，这种高单价这个物件啊，尽量呢，你要较细致淡薄啊，吼，你要较细致淡薄啊。最后，好朋友小知影，这大概是咱听众朋友有关这个美容的这问题啊，咱先简单的听众朋友回答到这，然后什么款不清楚、不明了解所在，咱家个啊，社会来改这个做讨论哈。这啊，当然嘛，照着这个听众朋友这问题啊，不啊，甲朋相关的这个哈，会当予咱听众朋友小来改这个了解这。宝妹跟阿宝老师你好，我这边 有几个问题哦，要来请老师指导一下。这里我今朝是去选那个三月十八种，啊，就今仔今仔起我就感觉那规片那乌乌的，是太奇怪，啊，佫有迄个啥，有迄个一，敢那排队的起我一点一点的白白，迄个是心情，啊，佫第二就讲非常哦。你要那对迄个表面看出个，嗯，哦，因为顶下我问的，我有请教过一摆啦，因为，我有时我记忆不好，我怎么有录音的时候，我也快听看麦。好，拜托姐，先指导姐。好，OK。来，咱这个做本吼，啊，要去判断讲这个。肥伤吼，即、这个啊，要安怎来改做即个判断吼？就讲、是、诶，啊，我是虾米情形会当去知影讲啊，即种呢啊，就是已经去来改即个肥伤吼啊，咱咧看吼，即、大概要去知影是生做安怎吼啊，即上简单的一个判断吼啊，男士简单咧，应该是爱分啦吼，分工啊，伫即个过程内底吼，伊大概呢啊，有一个较无同款的。一个这种药吼啊，就是讲你咧判断是不是肥胸有一个啊，一个分界吼，一个足重要。就是讲第一，咱先看这个药啊吼啊，尤其药药啊，这个药啊碱吼，先讲我喷药啊了呢啊，是不是这个药啊碱的安尼啊，这个超大，这种是算讲就是这个啊轻微的肥伤哦，轻微的肥伤，这算小夸啦吼。就是讲啊，简单来讲，这是咱小看到呢啊，第已经是。这个小夸悲伤吼，就是讲，伊唔是足严重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已经是小夸吼，有小夸去伤到吼，啊，所以这通常伫血啊，尤其右血的这下骹血，要个正常吼，啊，伫心血的这所在呢，啊，这血啊，见有小夸那种啊，水喷落啊，隔工就水超大吼，啊，佫较严重，甚至连脑血嘛拢会，啊，这种你都爱真细致吼，啊，真细致来改这注意的是讲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伫这部分呢，啊，已经有去伤到啊，吼，所以在咱伫这个咧施肥的时阵吼，爱少来改这注意吼，这当下咱常常咧甲好朋友讲吼，这个肥吼，啊，咱大概当去知影吼，讲啊，那无够，咱会当去补，迄拢不要紧吼，这随时无够，咱若感觉无够，咱去补一撮，去补一撮，啊，拢无啥要紧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你若是讲是这个要去伤到吼，啊，伊一般来讲吼，肥去。伤到一个要翻头转来呢，啊，通常都继续困难的，吼，都继续困难的。啊，个悲伤有时啊，有一种呢，啊，含这个欠水吼，这足成的吼，啊，那种怎啊贵个叫连起啊呢？就是讲，你比如讲你咱拄只讲的迄是。铺伫后面咧，吼，那后面肥，你后啊顶管，你通常那无介严重，后啊紧超大超大，啊那无边啊到这个后安尼吼，正常是这种情形。啊，你也是讲啊，伫这个后内底吼，啊，咱一般来讲，你也是去落伫涂骹，伊就规个脏脏水黏落吼，会感觉那种奇怪，啊，倒水啊，它叫黏呢，都肥了无偌久，尤其是头都出来出一点啊进呢，啊，都叫黏呢，啊，你大概就会知影讲啊，这种应该是肥伤。啊，那落伫涂骹
吼，你较紧就是家己即个啊用水吼，用水呢去家己流掉吼，等于讲啊用水去家己拍散吼啊，即、這个水呢加加用一寡吼，灌下可以啊，即、這个肥也当较紧的来家己即个啊散掉去，然后再算吼养开，养较散开去的，即通常是有即款的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效果。啊，那是喷伫即个后边，吼喷伫即个后边的时阵呢啊，通常就是讲伊即个所在吼，就较容易呢啊，就是已经受伤咱啊血塞。用一束啦，比如讲像即个玉米树啦，吼啊，即种呢，即那无太严重是免特别去用啦，吼。最主要是先洗水吼，因为咱伫后面诶，即个肥伤真有可能是因为呢啊，即、這个肥去掉伫血管管顶，所以你先去甲铺水吼。啊，有诶是铺水过后边，他搁改用即、這个啊，搁用一点啊，从类似玉米树即种物件呢啊，来改即个做处理吼、哦。这通常是咱会当啊，用安尼一个即个方式，然后来改啊，即、這个做一点啊，一个即个了解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即、這個、简单来讲，那是非常铺伫后面，后啊后啊枝又后诶草搭，还是下下后诶即个草搭，就有可能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一般来讲啊，伫后啊甚至吼、哦、有诶会出现安尼。啊，即、这个乌花乌花吼，啊嫩嫩啊黏黏吼，啊，即就是表示肥，尤其用热的，啊，你若去甲摔伫迄个啊，迄、那个所在，有当时啊，嘛是会有这种情形，啊，叶啊黏黏啊，像欠水的这个情形，即一般来讲，那是有这种症状的，咱可能就会特别呢，啊，来甲注意着，讲是毋是，即就是肥伤来甲即个引起吼，啊，即咱好朋友你会当大概呢，小了解者吼，啊，即、这个部分呢，大概咱会当小知影的一个即、这个啊。啊，这个要点吼、哦，就是讲大概咱会去拄着，差不多是安尼这情形。啊，你家判断看卖者吼，啊，尽量吼、哦，这落肥就是讲啊，咱保肥接落啦吼，尤其愈细长的时阵，咱伫这个肥的一个这落番吼，啊，尽量就是讲会当落愈少吼，这落愈少是愈好吼，啊，会当安尼落较少淡薄啊吼。啊，然后尽量吼，尽量来改伊，即个都较少淡薄啊。啊，那是讲无搞，咱阿个报得好啊吼，即无啥要紧吼，即大概是安尼一个即个情形啊。即当我和朋友小来改伊，即个知影吼啊，即个通常是安尼一个现象吼。啊，伫即个另外，听众朋友都只讲到即个叶啊的即个竞争吼，一般就是讲伫第三四叶迄只叶啦吼，就是讲你位顶嘛生出来呢啊。三四叶啊，叶啊，即后表面你只遐，还有一个小花乌色的，还是讲啊，即、这个浅咖啡色的，即种的一个斑点啊，尾啊，就会慢慢啊，变安尼，变差不多讲要接近鸟翅啊，色转叫大起，甚至呢啊，严重的时阵有即款的一个现象吼啊，即、这个部分来讲，咱可能好朋友呢，都爱小来改即个注意吼啊，这应该是即个叶斑病吼，今朝啊，每一年吼，从五月开始吼，四五月啊，去只啊。大概伫咱台湾真容易来改这个三星吼，真容易来改这个三星啊。一般来讲，就是讲你固定这个时间，就是爱改这个做处理吼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会当小注意者啊。一般咱咧用，就是这个凡沙富士德吼，还是讲扑克力吼啊。这有真济，其实这有真济这个药啊吼啊。一般那是讲伫咱这个区域内底吼啊，咱这个区域内底呢啊，大概这个药吼拢有法度。啊，来给你做一个较好的一个建议啦吼。啊，一般来讲，那是会使吼，算讲你转这个油啊时阵呢，南极素啦，这个啊，咱讲的这个黑油吼，但是一定爱是四季黑油以上，就是讲较高趴的这种的吼。啊，伊的一个这微黄化脂较高呢，啊，有精炼过这种呢，这比较较好。啊，但是你那是用扑克力，还是讲你用这个大成分吼？啊，你得买个南这个黑油吼，啊，其他啊，比如讲你用这个。加基德保证啦，吼，还是讲这凡沙富士德，吼。即个物件呢，啊，你抓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去家喷一点啊，即个药吼，啊，算会当用一点啊，淋一点啊，即个矿物油吼，啊，一般会当用差不多，看你摕到的油是虾米款，啊，为200倍左右呢，啊，甚至有个人用个100倍吼，啊，你迄个油是看呢，即个物件，啊，咱个淋一寡，伊即效果继续好诶吼，啊，温度愈高，咱迄个油咧淋呢，迄个稀释的即个倍数都爱愈高吼，啊。
大概咱的小来改这注意这处理的这方式啊，通常是安尼这情形啦吼。啊，一般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除了这个小斑病以外呢，啊，毛可能是这个炭酸吼啊，所以咱通常会用一支加基德保证，就是讲也是一种啊，这个全面性的吼啊，看情形安怎，那是无冻掉咧，咱个换白种药啊呢哦，最好你小了解者啊。两位老师，哎、hey, ，你好，请问一下吼，你好，我有种木瓜，啊，迄要落啥物肥较好哈？好、oh, ，木瓜是无？嘿，啊，搁请问我的树啊吼，爱留偌济树？嗯哼，爱修剪无？好，好，谢谢您。嗯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嗯。来，这个一般吼、哦，咱伫种木瓜啦吼，当然就是讲啊，爱、看这个情形吼、哦、啊。如果吼、哦，如果呢，就是讲上界重要，当然这个木瓜那是伫咱小爱姐姐部分吼、哦，有必要吼、哦，就是讲卖可以上过头啊。这个有一寡较老朽的这所在，咱通常是会去改做一部分的这个修剪吼、哦、啊。这个、最主要是无讲特别。啊、一定讲就爱去改增加在高什么款的这个程度，就是讲上界重要是未使可以啊，即个叶啊已经都较老叶侪吼，还要搁底下咧啊，即、这个几粒格格吼，即通常是较无通讲遐尼好啦吼、啊，所以简单来讲呢啊，咱伫即个栽培内底吼啊，即、这个部分呢通常都较容易呢啊，伫这方面来改即个做处理吼、啊，就讲诶老快啊，即叶啊上过头啊，伊个都较老叶，你讲啊较破病，即改增一说这性格吼，啊，那是讲啊，无正常的上过头行吼，无正常的上过头行，就是表示讲啊，你这氮素用了较悬吼，啊，一般来讲，都爱小为，唔是讲为整合啊去做处理吼，一般通常都是爱为这个。肥料来改这做处理，啊，咱通常这个木瓜咧种的时阵，大多数咱是啊，通常是当就是讲，因为木瓜吼，拢会先做灌溉，所以多数的人会拍地吼，啊，一分地差不多起码差不多有一包半左右的一个四十三这种吼，边斤肥啊拍地，啊，一分地一定爱个染差不多一大斤一左右啦吼，一般那是较沙地甚至有的呢，染满一公斤，一分地染一公斤的这边西啊。你该也要嚼吼，啊，该看看，因为木瓜对这个病呢，啊，这个病势这个。棚吼，等于讲啊，这个需求量相当的这个大吼啊，这点咱和朋友爱小知影吼啊。当然对着伊的生长吼，咱有都照讲，那是这个老叶啦、大叶这去啊，这养这无必要吼，所以这通常咱是爱当呢啊，改这个提掉吼啊，包括个啦生伤侪吼，伫台湾即马咱所用的一个这个肥料吼啊，差不多拢是。会当讲吼，各拢啊真老调，所以有时啊正经那是伤过头济吼，会当改啊伤过头白啦是安怎吼，改提一寡调吼啊，那是到伊咧成长的这个过程吼，等于讲伫伊种落这个时间内底呢，应该是差不多拢用五合啊啦吼啊，就是讲互伊小开始咧大吼啊，这段时间呢啊算头啊时阵吼，咱先差不多种半年吼，种半年呢啊，咱木瓜应该拢。五合啊，正常可以加得晒哦，因为伊对这个肥分来讲是差不多安尼，那是以五合啊来讲，啊，即马开始要结啦，差不多对当五合啊，四合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利用这种木瓜对这个咖喱的这个需求量相当的这个管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咧用呢啊，大概对当用这款的这个处理方式哦，啊，就是讲你当真简单啊，用这个方法呢，就是讲。两行吼，因为你木瓜嘛，未使无淡素可以吼啊。一旦淡素那较无够，伊个木瓜就会变较细粒吼。啊，咱就是讲蛋白加咖喱吼，这个成分呢，会当改控制可以有够吼。啊，这个量呢，拢会当真都好。啊，那是安尼，伊就是讲，咱咧讲的讲，要搁可以大，啊，要搁可以甜哦。这大概呢是咱种呢啊，一个真要紧吼。啊，有个人是真简单，就是四十三滴行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傻瓜施肥法吼，拢。
讲啊，一顿呢拢用43的涂卡，这是安尼是通常是较唔好哈。啊，你也当伫这个时间点小轮者，当然你那是讲啊，都唔知要安怎去处理的时阵，你就是归去43的涂卡呢哈。啊，这个正常哈，啊，差不多一个月哦，落一遍安尼。啊，不也是较建议讲咱一遍落较少咧哈，比如讲呢啊，你一丛哈，这正经一丛咧落呢啊，差不多100g哈，100g差不多伫这半迄个碗头啊底安尼哈，这个三分之安尼哈，100g啊，一束啦，你啊一丛去甲落一束啦。但是呢，咱伫这个落肥的时阵，半个月落一届哦，半个月就去啊落一届。咱即马先落一遍这个啊，即马落一遍四盒啊，啊来落一遍五盒啊，哦落一遍四盒啊，落一遍五盒啊，差不多以这种的这个时间点呢啊，来家去看长啊较行，咱就落四盒啊。啊那是感觉这个有较黄心淡薄，就变落五盒啊。啊用安尼来家去调整，通常伊的这个啊起来呢效果就加真好啦吼、哦。所以这有当时啊，咱就是讲爱照安尼来改这做调整，啊，当然你那是讲啊，伫这做甜的这部分，你也当用这个17号吼、哦，这17号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你那唔知影这物件咧，啊，你也当卡来这电台吼，那、哦、就17号吼、哦，啊，17号来做甜吼、哦，啊，伫这水果啊要慢进前吼、哦，这差不多一个月啊，该处理两遍吼，伫咱铺药啊时阵啊，先抓加药片肥800-1000倍啊，该铺两届啊呢，啊，增加伊的这甜度。哦，啊，这通常伫即个处理上呢，啊，大概当安尼来改即个做，哦，这是一个相比较较简单的这做法。啊，不过呢，就是讲啊，伫木瓜内底有一个真重要吼，啊，咱听众朋友一定爱了解，就是讲啊，即、这个上界要紧就是这膨，然后啊，木瓜呢，伫这种啊较沙地啊，是讲较石片地这所在呢，伊较容易欠平啊。啊，这种呢，这唔是干呐，会大袂大，会甜袂甜的这问题。这甚至去影响到伊的这产量哦，所以啊，一定爱注意来改这个使用哦。啊，尤其啊，涂下底咱拍底时阵，一分地一大斤至一公斤的这些中间来改落。除了安尼以外呢，啊，那是讲开始咧结果迄个时间，每一水花吼，啊，咱就改铺小花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吼、哦，一个一个月时间咧，咱改铺这个棚1000倍，还是讲用2000倍薄薄啊，啊改铺一遍，啊，这对着伊的这发用呢，靠正面的这帮助吼，所以啊，这除了正常该给伊食这肥料，这种微量元素这补充啊，这伫这个木瓜内底是相当的这个要紧吼。啊，咱好朋友应该是爱少来改这个注意这部分的这个使用吼、啊，这培训啊，应该爱来改这个做处理要好些吼。啊，这点是相当的这个要紧。啊，咱木瓜吼，起码拢是这个啊，较 A 卡吼，所以有时安尼啊，伊这。很容易因为伤过头密吼，啊，通风不良造成这果实易变水伤啊啊，这部分你爱事先先来改这个遮风台，尤其是啊，这遮风台过了，这个部分是相当的这个吃力吼啊，爱事先来改处理好些，大概木瓜去拄着的呢啊，最主要是这个，搁这个就是讲啊，这个木瓜吼足惊堵水吼、啊，这绝对袂使好堵水啦，这堵水类就绝对无效期的吼啊，所以这点你。爱在雨季的时阵爱注意吼，啊，肥稻那是落雨呢，肥都唔是遐重要吼，都爱先去看讲啊，是唔是有可以堵水吼，啊，这木瓜绝对袂使可以堵水，因为伊咧肉筋吼，啊，小花堵水呢，伊长就会规拢烂去吼，迄阵拢免讲落肥的这代志，嘿，你落肥嘛救伊救袂转来吼，所以你一定爱为近路的这所在呢，啊，改过好势吼，啊，配合适当的这个肥料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这处理方式，啊，这是伫咱在种植的时阵吼，伫只不也是必须要甲咱收好。朋友讲吼，啊，其实上重要就是讲了解伊的迄个性大概是安怎啊，伊水分的这管理是安怎哈，啊，肥呢，较来慢慢来做调整，拢要会符合。咱那是这边就无好势，咱小做一个这调整，伫半个月以后，凡事拢要够我都来改这个改变，只要你卖得作势安尼哈，啊，这拢有伊。
会当去操作的这些空间。啊，但是你那是无好啊，啊，在这方面无好好啊来改这个做广告啊，落肥吼，只是啊，有当时啊，比如讲你落好了，你搁咧落肥，啊，只是咧，刚才好下的呢，啊，根本都唔是咧帮助伊吼，所以啊，在这部分来讲呢，咱会当好朋友小知影吼，啊，大概咱在这个管理内底吼，除了肥以外，当然啊，尤其像木瓜吼，就是讲未使堵水，这是一个啊，你一定爱去注意的这重点。啊，伫培训内底呢，啊，上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43哈。43直行，这算公平的吼。啊，咱安尼做啊，这种木瓜种起来就是无好无歹啦吼。所以你要赢人啊，赢人袂畏对去啊。你讲要足差嘛，只要广告那还好啊，这个都无啥物足大一个差别啊。但是有时啊，咱咧种植的时阵吼，啊有一点啊输赢吼啊。所以你那是会当是用5号啊、4号啊、5号啊、4号啊啊，即马都这个要开花啊，啊咱就用这个啊4号啊吼啊，即马。雕果吼，已经雕栽啊，啊，咱就开始用5号啊，去大，啊，去大一个了，来就差不多爱这个就4号啊，搁做甜，因为后一水花搁要来吼，所以差不多是安尼，一个这个时间点啊，你去改啊，去改做这个准则，啊，有必要吼，就是喷一挂17啦吼，啊，这个高价的一个这个培训，啊，这当伫咱整个的一个这个许内底来讲吼，啊，对于的这发育有真正面的这帮助，啊，基本上来讲，安尼都有法度。达到比较较好的一个调整，吼、哦、啊！你看你会当安怎去做，做到啥物程度啊？这个变看，吼、哦，这个无一定讲啊，一定就是安怎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这个落肥的这个方式，吼、哦、是安尼，互你做参考，哈、哦。喂，新农电台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哈、欸，你好，我是农业的新手啦，我想要种高米吼，哎、嗯，啊，我看人个高米有掉掉，古无安乌乌吼，嗯，乌迄是到底啥物病咧？爱用啥物药啊？你讲骨乌乌，哦，骨啦，乌乌吼，嘿嘿，乌乌，无迄，安乌乌就啊，就从咧年从咧死啊。哦哦哦，嘿嘿，了解哦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好 ，OK。来刷来去，这个都家咱好朋友讲到的，这个骨的乌乌哈，骨的乌乌通常呐，关于骨乌乌拢有较慢啊，然后这一般是你所讲的这个情形，就是一个足标准的啊，叫做晚疫病哈，晚疫病啊，这个晚疫病哈，伫咱感冒病内底哈，应该是讲茄科啦，然后茄科内底就是啊，拄好两项的叫感冒病、感冒灵芝哈，啊，你讲像桥啊，该的晚疫病袂，足奇怪哈，啊，马铃薯的 A 哈，所以。啊，曾经哈，曾经就是讲这个啊，爱尔兰哈，即英国这边啦哈，就是讲啊，因这个马铃薯哈，啊，因为欠收嘛哈，啊，怎因为欠收的这关系哈，啊，所以呢，怎无法多啊，伊得怎一寡啊，即爱尔兰人哈，啊，因为底下的。无通食啊，吼啊，所以你伫这个啊，有的单系啊，吼，你伫这爱尔兰的单系吼，这爱尔兰大饥荒吼啊，所以伊的第一下要变做得爱单系啦，吼啊，你单系当然袂使啊，所以咱得爱虾米病啊，吼，得变做得啊，所以你啊看这一个病害吼，得去影响着吼啊，这个当然啦吼，这有趣味的，当含和朋友讲着，这是一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人哦，这当讲是植物病理学之父哈啊，这个伫近代吼，伊去研究的是讲，这个开始去研究这个作物的这个病害，尤其这真菌性的这个病害哦，这算啊，这个一个德国人哈，这个、德国人这实在是足厉害哈啊！读册时阵拢会读到这个物件哈，伊本来是做医生的，啊，结果伊是尾啊去做哈，嘛是研究嘛是拢啊研究这个病害哈，就包括晚疫病啦、啊，包括这个小麦黑穗病哈，尤其这个啊感冒病的这晚疫病哈、啊，所以咱第。以这个晚疫病来讲吼，伫咱茄科内底就是讲啊，伫拄好两种马铃薯甲感冒病会得吼，啊，这个爱尔兰因就是原底因是这个啊，因为南美洲。这马铃薯原地伫南美洲啊，引进去爱尔兰的时阵吼，啊，这爱尔兰迄个遐较湿，
个冷吼，这这你听众朋友爱注意吼，就是讲伊湿个冷，啊湿个冷的时阵吼，就对因来讲呢，就变作啊，这个病慢慢慢慢的变作一个一、这个发生吼，所以伫啊这个记载内底的1845年1845年的时阵吼，因为种一两百冬啊，拢无代志吼啊，爱尔兰人呢，本来英国人是要害了吼，要害爱尔兰人吼，这当然啊，就是讲因较早吼，较早这个、啊，大家唔知马铃薯也好吼。看到恐怖恐怖吼，英国人为美洲这边啊，这个马铃薯这边啊，为中南美洲家吼，啊过到澳洲的时阵吼，到17世纪开始，啊然后因的来吃来种吼，啊英国人就讲这爱尔兰人啊，恁去吃这啦吼，这其实迄阵较早这啊是一个做低等的一种这个食物啦呢，然后那时候讲。古早时代，咱咧食番薯同款吼，当然是古早时代吼。啊，所以迄阵因得来食这变一两百年来的这物件，因为这马铃薯足营养的吼，所以因人口的一直增加吼，啊，变作因国家这足重要这这主席。不过伫这1845年的时阵呢，啊，这热人就是讲迄年较冷啊个湿吼，冷个湿呢啊，迄阵就开始啊吼，啊，所以就开始呢为啊，这个北美洲有一挂这个霉菌吼，去改感染的吼。啊，因为发生呢，就是讲是伫这个热人啊，所以变作的称作这个晚疫病吼，这晚疫病吼啊比较较慢安尼啦吼，所以全爱尔兰全部吼，这个啊拢无法。都过去吼，啊，少数留落来，遮就是讲做要做种植的嘛，是因为这個霉菌呢，啊，第二冬去种吼，啊，所以佫足严重吼，所以整个的一个这個关系，拄啊为1845年加1850年的时阵，拄啊5年来吼，这啊、这严重吼，差不多夭死一几百万人的吼。还有一挂人就看这办事唔对啊，吼，看这样呢，甲真正人呢，直接单死不如呢，啊，就来找死，吼，啊，所以因就被迫移民，吼，就刷去啊，这个北美洲，吼，北美洲就是美国、加拿大这些家啦，吼，所以那是一个被迫，所以伫历史上就有一个记载，就是叫做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，吼，啊，这是一种的一个这病害呢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病吼，因为啊，咱拄只讲到有一个叫迪伯瑞，吼，这一个德国人，伊就感觉，欸，对这开始想。要知影吼，啊，就要知影讲是安怎会当去来做这个防治，啊，是安怎去改观察，吼，啊，所以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内底，啊，伊就发现讲，伊对这个环境的些相当的这个要求，相当的这个大爱十个令，啊，所以伊去发现到这个马铃薯的这个条件，吼，就是讲伊去知影这顽疾病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啊是条件，但是就是讲伊即马去改这个分过了，吼，所以当然呢，就是讲。发现吼，这啊，有一个真有吼，真明显的一个啊，这款的一个这个规定吼，所以对这个环境，对这个环境呢啊，有这款的这要求，所以因就开始呢，啊，当去找到这个防治的这方式吼，在什么时阵你就知影吼啊，所以啊，迄阵就慢慢这几年就发到来改这个做啊，做到这部分的这个控制吼，所以。这当然是一个附带，甲咱好朋友讲，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为1845年开始导致种的这个晚疫病，当然这个相当的这厉害，但是伊发生的这条件，就是讲爱低温高湿，吼，所以咱既然知这条件时阵，就是那是伫低温高湿哦。咱台湾咧讲的，就是讲恶寒吼，只要那恶寒吼，咱就最容易得这种病，所以你就必须要来改这个做处理。所以这是一个含空气有做密切的这个关系，含这个空气内底这个温度甲着湿度有相对一个足重要这个所在吼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伫这个病地吼，一直到为入冬了吼，冬天啦吼，就国历的这个、啊，到入冬是11月嘛吼，11月到12月这阵呢，啊，这个较冷的时阵，冬尾时啊，才一直到清明这较大只吼，啊，清明以后来就较小热吼，因为这温度拢得超过20度以上啊，啊，只要那超过20度以上啊，这个啊。晚疫病的这病菌呢，就较不容易来改这感染吼，所以基本上来讲。这部分就是讲啊，咱伫低温哦，啊，尤其呢是乌阴天哦，啊，落雨哦，啊，个湿湿冷冷哦，反正就是这种的这天，伊就最容易来改这三星啊。另外，这就是讲，因为
这款病哈，这款病伫其他的一个，即个像乌点菌啊啦吼，还是讲啊一寡即个茄科的吼，即像破甲子吼，是足济这种啊，即个杂草管顶，伊拢有法度去暂时去休伫伊只遐，但是足厉害，遐草啊拢袂着病吼。啊，所以咱那是伫横边啊，然后这款即个乌点乌枝啊这种呢，都要给处理掉吼，因为这啊，伊有可能去寄伫伊只遐着即个瘟疫病吼，所以这是咱咧讲吼。啊，其实伫台咱台。台湾拢等习惯的民间拢改讲啊，这恶骨恶骨恶骨吼，恶骨病吼啊，所以基本上咱拢会知，但是伊唔是干那伫即个骨管顶吼，伊通常有当时啊喉啊吼，喉啊有当时啊喉后边面有一个啊，即、這个一点一点安尼吼，即有当时啊一两天即个速度就真紧啊，顶管有当时啊会产生白色，可能生菇生菇迄种白毛白毛迄种物件出来吼啊，即、這個、速度嘛是真紧吼，但是当然那是讲温度啊悬，啊是讲。即、这个湿度降低，伊即个病就怎啊停去吼？啊，即、这个粉啊就怎啊无去吼？这都是伊的这个。但是你也是讲啊，伊、整个的这个环境那是无改变的时阵，差不多七天吼、哦，七天有可能规区园呢啊，差不多就全部拢下课啊，吼、哦，这速度足紧的吼、哦。啊，这是伫喉啊管顶，啊，有当时啊伫即个脊骨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伫脊骨啦、啊、管顶，通常拢伫差不多顶甲喉啊的。有病少接迄个所在吼，伊迄只遐上严重，所以看起来骨咧乌乌吼，即啊一般就是讲叫做即个乌骨吼啊，其实啊看有不一定，然后有时啊是伫血啊管顶的拢有，啊有当时啊伫各管顶下吼，咱有当时啊去办的时阵伫各县吼，通常就是讲。有可能规粒拢会啊，但是通常伫即、這个啊，小可伫肩胛头迄只遐会较严重吼，啊一打一打，臭打臭打呢吼，啊咖啡色的这种那种叫水疼着，啊咖啡色这种的一个即个病斑，啊真紧有当时啊，伊的迄病斑就真快速扩大啊，就安尼规粒哦，甚至那是湿度较悬的时阵，感觉伊嘛是个扑白粉啊出来吼，啊这大概都是这款的这情形啦吼，啊这个物件这都是伫果实内底。啊，毛可能的得这个瘟疫病哦，因为这种病吼，伊这是当讲是一种真流行性的这物件，所以啊，一般来讲。政府拢会相当的这重视吼，尤其对马铃薯吼的嘛，这足足要紧的吼，所以一般人拢会真在意吼。啊，所以这部分就是讲药啊，当然就是讲用药啊，当然是有效啦吼，但是你一定爱先事先吼，事先先啊，伫咱的一个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阵，只要适应啊，你就差不多都爱去用这种物件吼啊，事先来抓这个四粒一本情吼，还是讲啊，这个新蒙奶普、甲基新奶普吼，这药啊其实呢。啊，这个效果拢未歹啊！小花掉掉的时阵，就用新蒙药面打落吼，这时间会当冻真久，男子咧采收的时阵，会当来用这种药啊，吼，这效果未歹。啊，目前上界流行的是这亚脱敏啦，吼，啊是讲这个达美芬吼，亚脱敏达美芬。啊，甚至呢，凡沙克爵吼，尤其像啊，这药啊呢，一般都不便宜的吼。那讲到达美芬还好，你像亚托敏哈、凡沙克爵这种物件都拢比较比较贵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讲在处理的时阵，当然有效啦吼。啊，不过就是讲，首先你那是这种天气，你知影这种天气会掉，你得先去改啊，先去改转。当然有时啊，是因为咱的采收来得不得已吼，啊，所以可能得爱选一挂较低毒，吼，比如讲像这个达美芬。啊，还是讲赛作妹哈，这还是讲这亚托敏凡沙克爵啊，你一定爱注意这物件小轮节哈，小轮节。当然，这药啊内底有真济曼普安安美素哈，这药啊拢会当去改这个做轮流啊，这赶快啊，拢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嘞啊。只是讲这个对患疫病来讲哈，因为迄种天气呢适当呢啊，只要尤其那是正伫室外啦哈，伫温室内底还好一点点哈，啊那伫室外来讲呢。可能吼，都真济即个问题吼，足容易的啦吼。即你也感觉讲啊，相当的一个即个紧吼，即发展的即速度呢啊，足紧的吼啊，足紧。伊的意思就是讲啊，你看到的时阵吼，伊就很快吼，即速度足紧。哎，拢含天气有关系，所以咱一定爱甲即天气呢啊，天气的原因先甲好朋友做一个即个清楚的即说明，就是讲你一定爱去先知影的吼啊，伊发生的即个即种天气的即要。惊啦吼，因为你若无对这个物件有这个发病一个这种环境吼、生态这要件呢，有一个做了解啊、你拢看到的时阵，较来抓吼，这样呢可能就比较比较慢啦吼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讲每一年吼，那是讲最主要拢差不多的。
啊，寒人因为咱中南部较少落雨，所以就较无啥物问题。但是他知影会安怎，那是落雨，差不多就拢会吼、啊、一定爱家做着一个这个平台，这防滴啦吼，这点咱好朋友啊，一般是爱少来家这注意者安尼啊，这通常吼、啊，这患疫病的药啊吼，都爱连续抓吼，比如讲你抓累了啊，差不多七天十天，七天十天啊，小可有掉掉啊，你七天十天都爱一摆一摆一摆一直家过掉咧，啊那无这足麻烦的吼。啊、所以要稍来改这注意一下，因为这和天气有做密切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你也当稍来改知影到这部分的这个要件哈。啊，这是有关的这个瘟疫病。提起这只只，甲好朋友做者这个刷屏，当然即马过来清明到啊哈，清明过得足少呀，除非一半当啊，作特殊的这种意外啦吼，所以就较容易吼。啊，所以你像爱尔兰，你看食两百当无代志吼。伫1845年今年啊，迄年的一个较严重吼，并讲伊这瘟疫病较严重。啊，瘟疫病较严重的时阵，伊就规个只会掉掉啊，留落来做证，留落来做证，摕去证，搁掉病啊，像迄阵无了解啊，即马知影吼，所以因啊去选掉一个比较较健康的一个。这仔啊，所以伫这马铃薯内底啊，咱得诶去该注意到这部分的一个生理，因为有对有这个了解吼，就讲去研究啊，研究这款的一个啊，这个病害吼啊，所以得比较较清楚啊，来该这仔啊吼啊，所以得啊有这款的一个情形吼、啊，所以你家想哦，这整个干那一个病害的这发生吼、啊，这发生呢啊，为这个1845年到1846年安尼吼。啊，这当讲是造成伫即个欧洲吼，整个的一个即爱尔兰啊、英国啦、啊、吼，哦，足侪国家拢发生啊，即经验中的一个即经济当中的一个即恐慌，暗即会去搬去美国大吼、哦，所以即大移民就是安尼来。那像咱的祖先吼，即、哦、是。啊，伫广东、伫福建呢，啊，可能拄着饥荒吼，啊，即生活袂落，当然天灾人祸拢有啦吼，啊，活袂落总是伫遐等死，啊，不如就出来找死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即种较吃饼。为人较冲，啊，就来拼看卖啊，就来找死啊，所以就渡过乌水沟到台湾吼，这总是这同款的一个这道理啦吼。啊，所以像咱伫一个这种对这病害吼，就是讲啊，咱咧种银行，比如讲你也是即马开始要落去种一个这作物啊，咱对这作物内底较重要这几项的这病害吼，啊，你就爱去小看解了解一下，唔是讲干那转，因为咧转药啊吼，唔是遐简单，唔是讲药啊，唔是遐尼许，因为你要先知影伊发生的这条件吼，比如讲啊，伊即马都可能是着啥物，所以咱事先会当知影伊发生的这情形，咱事先先来改这做预防，安尼都法度甲这个病害吼，甲真一寡这病害改控制吼，伊好势吼啊，所以这是伫这个所在呢，会当好个朋友来改这了解吼，伫这个啊瘟疫病的这部分，当然即马已经过去啊啦吼，过来要钓到这个机会，就相当的这个势吼啊，今年伫这个外口吼，可能。啊，外口的这感染病吼，因为雨水无真济吼，室外雨水无真济，所以啊，伫冬天的时阵雨水无真高，外口的感染病就较好种啊，这收量就拢袂歹，啊，收量袂歹就这问题就来啊，介绍就无介好哈。啊所以有时啊，这伫台湾嘛是真麻烦吼。就讲依咱台湾的这种冬天的这条件吼啊，来做这个番茄，做这个高丽菜，这应该是有可能做这个外销。你甲想较早吼啊，有真侪这个公司吼，拢伫台湾设什么款，设加工有种番茄吼，寡人呢啊种橄榄蜜的这个啊，这个加工用的这个橄榄蜜吼，这较早细汉呢嘛是拢有捌看过吼，即马那从伫台湾那从无人咧种植啊吼，即加工用的即番茄可能较袂好啊啦吼。啊，表示讲咱台湾尤其中南部即条件其实是相当适合种橄榄蜜，尤其伫冬天的时阵，因为咱伫冬天啊，中南部这边落雨的这几率是较细啊，北部可能就无遐多啦吼。你若讲伫宜兰啦吼，伫即、這个啊台北啦、桃园要还好一点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桃园，但是这拢差不多啦，桃园、新店、苗栗吼，这样呢啊，这北部、东北部这些家呢是寒人啊，湿湿冷冷吼，你讲无温湿。啊，要来种这个，啊，要来种橄榄蜜，种伫外口，有当时啊，就
真歹，吼，因为伊个啊，你讲转药啊，你转个结石，所以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寒人感冒病是咱云嘉南地区吼，这嘉南平原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这个蔬菜吼，这蔬菜也是水果拢好了哈，但是即卖已经无同款了吼，即卖已经个改变为大粒的个变小粒，但是嘛是一个足重要这个作物了吼，所以这是好朋友当小来解这怎样这啊，任何一项这病害啊，咱咧探讨的时阵一定。药啊，当然是药啊，迄绝对有通去查吼。你也当病工厂，你也当找台南区龙啊改良场，啊是任何一个改良场吼，你也知影讲啊，这个作物起码拢有整理出来吼，这作物安全用药吼，尤其农。